在《论语·循三声》里面讲十九篇第九章，子夏曰：“君子有三变，望之也难，其之也温，听其也利。”在孔子的《论语》里面有提到，孔子是子温而立，温而立就是其之也温，听其也利，就是靠近是很温和温软的，听他的话是很正经，所以其事也温，听起也利，就有这个意境。孔子呢，温而立，是温。孔子温而立，威而不猛，攻而安。温而立，我刚刚开始背的时候，常会背温而不立。他是他温而立，是其事也温，听起也利，这样才是完整的。威而不猛，就不止；攻而安，也没有不止。所以在《论语》里面，像乡党里面。像就是谨不失居不容，谨不失居容在十篇第十六章。那谨不失居不容的里面呢，他就是谨不失见吃衰者，见吃衰的就是穿丧服的不幸倒霉的人，虽瑕必变，就是你在嘻嘻哗哗，但你还要变色，不能再提一划，就改变你的言行举止，要工整。见勉者与古也见勉义者，见勉义者与古者，就是勉义者高贵的，戴官帽的，富贵人家的，跟我们高高在我们上面。古者本身本来是讲一个眼睛看不到的人，但事实上是有眼无珠，视而不见的人。见勉与古者，虽歇必以貌。就是我们穿着就是很简单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言貌工整，所以貌跟色变，事实上色是整个脸色，你的心情跟心脏的表现，貌就是你的表情，就是你的头思考跟你的言行举止表现，所以这个没办法切割得很清楚，但是大概就是有这感觉。所以在乡党篇第十六章提到这个见勉者与古者，见之吹者，胸虎者视之，视乎完者，这个视是尊敬的意思，视是就是义，歌去了一点就是公义，就是像称享会议的，视乎完者就是背着板的做劳工的人，我们要很尊敬他，因为这工程都叫他们视乎完者，所以见吃衰者我们要虽瑕必面，见勉者与古者虽歇必貌，胸虎者视之，视乎完者。胸虎者就是人家穿着就是丧服或者穿着很劳工很累的衣服，你也要很尊敬他，要保持距离，不要去妨害人家。视乎完者，有胜算就是有刺的时候必变色而作，迅雷轰烈必变，迅雷轰烈必变，这个迅雷轰烈必变就是天日变啊，像武汉病毒啊，这个我们就要改变我们的言行举止，去对自己好也对别人好，对别人好也对自己好。所以变刺呢，在乡党之间这个变刺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君子有三变啊，其变不离其中，就是望之也难，其视也温，听其也利，这是一个顺序，望之其视，然后听之，所以这是望之其视听之，就视其所以，观其所由，察其所安，听听这个是它是在我们用英文来讲 learning learning 或 learn learn 学习，这个学字里面中间这个 ear 就是耳朵，所以这个变字中国的文字呢，像诗像词像画，我常在讲人老了没有用啊，但是老了你要是七十古来稀还是七十才开始看你自己，所以我说我像我今天我快满七十，我这个礼拜要跑30公里，我脚跟都是痛，随时痛，晚上有睡觉都痛，右脚跟，二三十年，但是就是劳筋骨苦心志，
所以在这个情况上我们在改变，我们 是 changeable， 是 adjustable， change 是变 adjust A-D-J-U-S-T T-A-B-L 可以调整， changeable 是 C-H-A-N-G-L-A-B-E 它是可以改变的，所以不好的我们去调整到好，不好的习惯我们去改变让它变好。所以就是事事问听事中，色事问毛事公，言事中事事见，以事问分事能见得失意。这九事就是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，就是要让我们是这样。所以同样的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言互动也是一样。公而无礼则劳，慎而无礼则喜，勇而无礼则乱，直而无礼绞，也是一样。所以好人不好学，其变矣；好事不好学，其变当；好心不好学，其变绞；好直不好学，其变好勇不好学，其变乱；好刚不好学，狂。像勇，在第十七篇二十三章，此路曰：君子上勇乎？孔子说：君子义以为上，有勇无义为乱；君子勇无义为乱，小人有勇无义为道。那我们这里把这变次来讲解一下，在字典里面呢，我就整理出来，这不是我知道的，我也去读出来。变呢有动词、名词跟形容词，那动词就是更改语言有所不同，名词就是突发的事件，形容词就是变动的变异的。所以在我们的脑部，像大脑它有共通性，大脑掌控一切，所以边缘系统它叫做海马体及性能体，海马体就是记忆，性能体就是感情感觉，它支援我们很多的情绪行为及长期记忆的大脑结构。所以边缘系统跟大脑皮质就是我们那个智者，智者不惑，所以望之眼难就从这开始。那基底核呢，就是大脑深部的一个神经核团，它的组成的功能体，它位于大脑皮质下面，那它就主要的就是自主运动的控制、整合以及调节意识的意识。所以基底核参与记忆跟情感跟奖励学习，所以我们的智人勇啊，望之眼难其智勇，听起来也是一样。然后最后晚上复活系统，就是肩脑、中脑、桥脑、眼脑，它的整个负责调节我们的睡眠和清醒的过渡期，控制意识、精神集中。所以我想在现代社会，我们应该民可使由之，更可以使自知。那我们今天《论语》心呢33呢，就讲到这里，谢谢。